现在来到西港区公所赤岗，嘛有微型的兰花展会使欣赏，有不少民众拢提起手机啊翕相。区长林根汉表示讲，这是利用今年国际兰展结束了的花材，再次重新布置，让兰花展现无同款的生命力。2022的兰展啊，吼，啊，伊兰展了吼，伊为着要有这个兰花吼，有法度来迄落更加广泛的运用啦吼，啊，好迄落款哦，嘛是做好迄落无法度去看兰展的人。来诶，民众吼，诶，市民朋友吼，看到这咱共同来参与这兰展的水啦，兰花的水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伊伫咱台南市吼，有经三八个所在啦，来做迄落款做兰展的迄落款诶，从遐个兰展了的花吼，来分散哦各个单这三八单位啦，吼，啊，市政府从这哦叫做遍地开花吼。即处西港区公所被分配作为微型兰花展的点，邀请花艺老师规划家己底啊木材顶点元素，发挥卡数伫公所展出。那已经错过迄个咱后壁兰展2022的兰展的时哦，我来遮看，来参与即届兰花啦吼，啊，迄落款阮会从那咱即届哦预计展出到吼，咱4月22号啦吼。啊，22号了，感觉阮会将这兰花哦分送予迄个阮的各里啦吼。公所的兰花总会展出到4月22号，后边将那是来公所办公，买使欣赏到美丽花蕊。咱听新闻台三西港彩虹报道。